打卡牌，推兵线，推兵线，不管是野区支援，还是在塔下消耗，都是非常不错的。他妈！一个补不到，一个补不到，他带铁蓝呢，这个人。真是可怜。Q 接平 A 接 W， 不能闪现补平 A， 因为伤害不够。男枪可能在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他老是捏红牌。马上三级支援一下野区。哎，漂亮。哎，你这个位置非常危险。你妈的伤害差一点，你妈了个巴子，哎呦差一点血，我操了个弟，我吐了。卡牌这么坚挺吗？这卡牌，感谢马老师会玩辅助吗，送的一个1288个大气，谢谢老板。老板送迟了，好像有点送迟了，兄弟我没关系。如果刚才我这一波双招拿去杀刚才那个上野，我觉得可以完成一波双杀。有一说一，卡牌没有闪，没闪，先把兵线给他推了。但是我们拿的是一血，刚才那一波是值得跟他换的。没有点燃了，先回家一下。漂亮，炸炸炸，漂亮。你还真别说，这个船长还行啊，这船长会点活，还可以的，玩的还挺不错的。嗯，对面也五级了，当然我现在也五级了，推一下。不多逼逼，谁来了？哎，蓝枪又开始犯病了，蓝枪老喜欢游走。你干啥呀哥，你在这搁这干啥呢哥？哇好，就喜欢这种打野，来我们家野区给咱送，那太棒了。先推一波，
再推一波线回家了，卡白溜了，小心，下路可能是死了，死了一个，谁拿头？对面 ADC 拿头，先回家一下，走，嗯。提亚马特，真眼来一个，速战速决吧。今天晚上可以按门铃吗？按门铃是什么意思？我和女士徐坤按门铃才到家了，你。又是一推卸。干啥呀，哥？杀不死。不要害我！我一套。WQA 直接秒杀。继续往前推，没有机会，不行。Shut down。吃个塔皮，嗯，再吃一层塔皮。卡牌的大 CD 应该还在，所以说我们可以再吃。吃了两层塔皮，感觉可以回家了。现在可以回家买双鞋了。我觉得他回家应该会出一个布甲鞋，哎，也不一定。这把我们这个阵容，他出布甲鞋没啥意义。我就会出个中亚杀戮，护臂，他第一件应该会做个护臂，因为这把有死哥，有船长，对吧？出中亚，你看果真出了个护臂，性价比还可以。推卸 ，miss 了，小心小心小心，先把兵线推了，再去偷一组 F 六，蓝枪的话有个蓝 buff， 嘿嘿，50块钱拿来。太舒服，哎，还得要搞你一波，他可能在打红 buff， 溜了溜了溜了，被包夹了被包夹了，溜了，不搞了，对面放了个针眼，推不回，有想法？有啥想法？你想干坏事啊，小老弟！你被我瞅得一清二楚，退一步。这个小老弟想干坏事，这小老弟。男枪想打三郎，我的膀胱已经看到你了。当然，他也知道我去抓他了。所以说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，他知道我在，他在这里 WQA 直接秒杀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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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死哥没大吗？那没办法，哎，漂亮啊，死哥是拳头大，船长也是拳头大呀，跑不掉了，推一下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，吃个塔皮，11分钟100刀，5刀还行，推了，吃塔皮，吃塔皮，男枪来了，但是我并不慌。好像打不了，这塔皮好像吃不了。
再推一波。他在偷鸡，他鸡应该打完了，没打完，我们偷个鸡吧。我们先要吃，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塔皮给他吃了，不然太亏了。没有机会了。W 封走位。速战速决吧。他应该是不知道有没有闪，不清楚，不清楚他有没有闪。回家可以做木刃。木刃来一个，应该可以。谁 ADC 怎么掉线了？换了一波。那我觉得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兵线推了。好，推塔吧，把一塔拿了，先拿一波一塔。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你好像有点过分。你好像有点过分了，你。等一波，有点肉。差点没杀死，就我这个装备打完一套还差点没杀死，推了。我们去推一个塔，推个塔。蓝 buff 来一个，好像还没掉了。溜溜球，溜了，溜了！船长没看到吗？船长，三个人已经抓我了，你还在干啥呀，哥？感觉跑不掉了，我操！叶震来一个，这也行啊，这也能跑呀。抽个 F 六，寒冰咋掉线了呢？对面上路是全 AP 的，感觉可以杀他，一套是百分百可以秒。他可能在草里，哇，不太舍得交二，我靠，一套打下去他应该是没了，吃个屎压压惊，寒冰终于来了，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犯病了。怎么突然就犯病了？叶刃差点钱，投给谁拿？投给男枪拿的，四杠三的男枪带风起还行。嗯，那就感觉很亏了，兄弟们。我以为这一波 ADC 落单了，翻墙一个 AQA 给他秒了。
旁边有个露露。无处可藏。阴一下。相爱无情，离开了游戏。哎呀，没事，好像很高，直接秒杀，没有大爷敢浪，拖我小鸡再说。上路带一下小龙，小龙应该可以拿吧，对面下路两个人都死了， ADC 三个头啊，我觉得这个小龙对面应该不敢过来拿，把兵线先带了。浪费个大，漂亮。下路带。十三级了，等级还可以。继续推一波，夜战买了，现在就不怕露露的大了，他击飞不了了，格挡一波技能够了。我们家死哥190刀，这把对面已经赢不了了，就光我跟死哥两个人的输出，对面就已经顶不住了，而且还不算其他人。可以打，太惨了，继续推塔，推了，推了，漂亮，继续往前压，不用着急，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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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推。再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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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溜了，两路高地没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推下路高地了，对，一路一路往前推，千万别浪，你们两个可能会死，不是可能会死。翻墙，翻墙，溜了，再见，来不及握手。嗯，回家买个幽梦之灵，再来一个长剑。大龙可以拿下。嗯，他们活不了。漂亮，对面已经没有了，兄弟们，下路船长为何要回家呢？感觉可以继续往前推一推，压制一下。卡文的大招可以破我的盾呢，我的夜之风刃他可以破我，这一点我们要注意的。你压的你是真骚，你 b
抱歉，你让我失望了。三郎拿一个。我们是15级，下路带一下，翻，再翻，死哥怎么死了？死哥，推塔，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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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继续往前压，漂亮。推，往后拉。哎，支援一下，来了。幽梦一开，翻墙，就接平。漂亮，我尽力了。黑切来一个。神装了，现在22分钟神装了，22分钟220刀，1秒钟一刀，这一波值不值得你点一波关注，兄弟们？嗯。可惜了，我们已经4条龙了，他可能会开大跑，差一点。大龙小龙都拿了，团一波了。团一波，团一波，不值得！我操！不管从颜值还是技术，都值得你点一波关注。你就说不值得点关注，我靠！那你们看游戏主播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学技术呢，还是学啥呀？对吧？撩妹也有啊，晚上8点学撩妹，啥都可以学。那不值得你点点关注吗？那太惨了。幽梦一开，翻墙，翻墙 ，Q 阿姨，差一点，点燃没放，点燃放了他死了。我靠！感觉推不了了呀！来来来，兄弟，船长给我推一波中路水晶吗？他们应该不敢过来吧？哎呀，碰死了！操！我像你妈个魔教马保国你！他 A 我一下我就没了，没办法，他三穿的，我觉得我得换一个鞋，要不要换一个呢？换个鞋，浪了。哎，哎，这个船长怎么把大？啥意思啊？别浪啊！别浪，兄弟们！经验。啥意思啊？我已经16级了。他们吃三路，啥意思啊？你看到了没有？不过我把高地推了一个，换了一个高地，其实挺赚的。我就可以直接团中了。哎，先把卡牌杀了，感觉来不及了。哦，太惨了，兄弟，给我逮到了，推一下，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，卡牌怎么都16级了？这卡牌这么逆风还能补两百刀，已经可以了。
感觉一波应该可以了，我来了，应该可以一波，我有闪，谁收塔谁死。黑塔胯下扎针，胯下扎针，下来。嗯，看一下输出，又是一波 MVP， 13.1 的 KDA。我现在已经68分了，我一把分加一把比一把少，一开始是17，然后是15，现在他妈是13，等下就加10了。伤害是全场第二高，19个头。